州和中足球运动员，国政候选人 N51 Bukiba Duk Sudaya 是一名商人，也是走火人。他在21岁时成为 MIC 的成员，后来成为 SNAI 分部 MIC 的成员，目前作为全国 MIC 最高委员会的成员，候选人也是柔和州承建商的主席，请投票给国政候选人 N51 任务 Kibadu Sudaya， 以维护柔和州的稳定和繁荣。